这个行动。那也很感恩啊，就是说从他就是一位很熟龄的弟兄，然后每次我去他诊所看病的时候，他的桌上就是摆着圣经抗生素的疗程，他为什么还要去台东，让我很好奇。接到公司的指派，他一定很突然，去上海。我记得那一次回来，我先去两周的出差，因为先前虽然这次的政绩发现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，是因为有许多的年轻人跟我们在一起。阿门。以前的话，我们就要担负很大的责任，然后这一次比较轻松，就是有人愿意担负责任。阿门。我每年做影片，我都会放这段话，其实我很喜欢这段话。让我们的一生为主，毫无保留，绝不退缩，绝无遗憾。这是我过这一生活比较抓住我的一段话。而我寻寻觅觅，我一直在找真愿意过这种生活的年轻人。今年找到了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喜乐。所以这次的真心不一样，你们要看清楚哦。这就是你的座右铭哦。让我们的一生为主，毫无保留，绝不退缩，绝无遗憾。好，我们看影片。